怕奶粉受损，王小姐一罐罐拿泡泡垫包装，外头再包了一层泡棉，然后再放进箱子里寄出去。她说五月时在虾皮上出清小孩喝不到的奶粉，有一位买家用了四笔账号，总共下了七笔订单。他寄出了26罐，对方却退回2笔，说8罐当中有6罐严重凹罐，因此退货退款，让他十分质疑。那为什么其他5件没事？然后，而且纸箱也没有受损，也没有撞击的痕迹，那为什么奶粉会凹成这样？他说一查发现对方拥有4间透天的连锁药局，竟然还在虾皮上购买奶粉，而奶粉当时以1罐680几元卖出，加上折扣的话，1罐只要600元，结果药局贩售价699元，等于1罐就赚了99块。他质疑对方利用虾皮安心退，拿药局的凹罐调包，虾皮最后也判定买家退回的奶粉并非当初贩售的。他是4间透天做连锁药局，应该有自己搭配的厂商啊。为什么要在虾皮上面买呢？那如果他真的买到假奶粉呢？不过记者实地来到连锁药局的总店，店员表示门市跟网络分属不同的部门，对于这事件他们并不清楚，一切已交由律师处理。1岁以上食用之奶粉非属婴儿与较大婴儿配方食品，无网络贩售及广告之限制。只是药局业者真的可以在网络上竞标奶粉，再拿到实体店面贩售吗？奶粉的来源会不会出问题呢？奶粉凹罐引爆疑似调包纠纷，药局贩售奶粉的货源及安全性也因此引发关注。 TVBS 新闻叶凤达屏东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